欢迎来到麻烦大厨，好，踏上成为王厨试炼之路了吗？一身最幸运的是，外面的世界足够的药品可是很危险的，在随身商店中可以很便。何以解忧，唯有杜康。治理天下，可不是你想的那么容易。想当年0-38的裁决就是以凶险划分，师父千万要小心，听说深处有更厉害的妖怪，真想看看。这里比上一层更危险，我要走了。